一个撞死了两个走甩，还有一个中了刀，不知道中多个是吴聪抑或是阿哥呢？是不是将我的钱和债务之子啊？如果你不是为了等本护照和找地方收埋钱，你会回来找我吗？你看你现在折堕到个死样，全部钱我晒人钱晒我，失忆二十四小时结局篇，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